女神颠覆你想象，杨丞琳露肚脐，好害羞。昨天杨丞琳在台北宣传新唱片，一袭露脐装，杨丞琳小秀蛮腰。也许是最近疯狂健身的缘故，腹肌练得颇有一番成就。自诩为男艺人的她，更是豪放的现场撩衣秀腹肌。最漂亮的是最漂亮的肚脐，不要的。虽然秀腹肌相当豪放，但丞琳却对肚脐外露尴尬不已。我觉得肚脐就像那个古时候的女生啊，不是说哦，看她肚脐就要娶我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肚脐真的很尴尬。